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2年10月5号的吉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内容。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防疫情输入，进一步压紧压实四方责任，持续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出席会议。会上，有关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疫情防控情况。副省长安丽佳提出具体要求。景俊海指出，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压力依然较大，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从严从细落实四早和四应四尽要求，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有力有效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亦要坚决防输入、防反弹并举，坚持以快制快，抢抓疫情防控窗口期，全面落实快准严细实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流调排查、规范隔离管理、精细社会管控、全力救治患者，坚决阻断疫情扩散蔓延。二要坚决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坚持人物环境同防，严把入籍通道第一关口，全面落实落地检、落地查、落地管等措施，严格实施全时空闭环管理，进一步加强口岸、车站、机场、冷链运输相关企业等重点部位疫情监测，彻底切断疫情输入途径。三要坚决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区域核酸筛查、重点人群日检测以及高校、医院、工地、企业、市场、街所、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四要坚决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认真落实第九版防控方案，特别是九不准要求，精准管住极少数，科学放开大多数，统筹抓好稳定增长、企业运行、项目建设、消费促进、秋收保障、安全生产、物流畅通、文旅发展等各项工作，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坚决做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五要坚决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各地各部门务必做到应急机制顺畅，督导检查深入，宣传引导有力，对工作不到位导致疫情扩散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常委同志、省政府、省军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各县市区负责同志在各会场参会。一方水土一方人，逐浪追梦看吉林。图们将发自长白山流入日本海，江畔小城珲春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吉林省陆地边境口岸城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强调，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好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牢记殷殷嘱托，珲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这个边陲小城已经成为吉林省向北开放的最前沿和桥头堡，引来众多年轻人逐浪追梦。我现在是在图们江支流珲春河上，河的北岸是珲春市老城区，南岸则是近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珲春综合保税区。过去五年，这里的新兴跨境电商产业乘风起航，进出口贸易额连年翻番，从2018年的4300万元到2021年的21.5亿元，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速发展。高经理，上午好，我跟您对接一下菜鸟优选仓这个项目。目前呢，我们也已经测试了3批货物了。这个戴着黑边眼镜的小伙子叫严雨辰，今年28岁，
是珲春市最大的跨境电商企业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最近，国内某知名电商平台将与畅达公司合作，在珲春建设存储货物的优选仓，以便于发货。严雨辰这几天一直在忙活这个事儿，与平台方对接，去现场实地查看，一件件都需要他去落实。菜鸟对我们现在设置的这几批货物时效是否还满意？目前来说，总体上这个时效基本上有80%左右的时效满足程度啊。对方对测试很满意，接下来就是优选仓地点的选择，这需要畅达公司与当地政府进行沟通。小严这边放下电脑，马上又跑到了同在产业园里的综保区电商科与负责人联系接洽。来畅达公司前，小严开过网店，租过平台，收入好的时候也能月入几万。但互联网的快速迭代和激烈内卷，让他意识到只有不断前进才能跟上发展的脚步。因为之前没做过，没从事过，然后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想来学习一下。刚来的时候，小严信心满满，但现实很快就给他上了一课。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到一个职业经理人，他经历了打怪升级般的成长。总经理让我写一份书面文件，也是刚来的时候不是很懂这行业嘛，我根本就没有方向，不知道从哪起手开始写，一共改了得有很多次，最终才初步成型。有过很多次不想干的想法，想想这段时间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可能是3到5年之内我就从事其他行业是学不到的。这是小严入职畅达后写的第一份行业报告，却让他有机会参与到解决行业痛点的过程中来。原来在2021年以前，跨境电商行业没有退换货的服务，这不仅影响了顾客的购买体验，也影响跨境电商最终的销售。如同以往一样，遇到难题，畅达第一时间想到找政府帮忙。在珲春市委市政府、综保区和各级海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跨境电商退换货业务成功在珲春实现。因为政府和海关的这个及时的一个响应嘛，才能正式的推动这个业务再往前推进。我们一共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这个第一批的测试货落地到了珲春。咱上午不是说下午那个看一看这个地方吗？就看那个地方了。第一时间我跟他这边负责人我跟联系一下，你看看这块地行不行。如同以往一样，综保区管理局对小严的请求迅速做出回应，当天下午就预选了优选仓的地址，就在综保区附近，方便管理也方便开展业务。优选仓地址有了眉目，小严也松了一口气。9月20号晚上，他又和国外的货仓工作人员开会，因为时差的原因，他通常都要在半夜才能开展这项工作。会议结束已经是凌晨2点多。这一年多来，小严觉得自己越来越忙，越来越充实，是真正的累并快乐着。在严雨辰和小伙伴们共同努力下，畅达公司对外贸易额连年翻番。世界在认可中国的生产的质量，在认可中国的标准。未来的跨境电商行业3到5年后吧，我们预计公司可能会做到一个50亿。奋斗的青春充满朝气，今年1至8月，珲春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达13.4亿元，同比增长71.7%。在珲春综保区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里已经入驻了54家企业，随着园区项目2期工程主体完工，也将有更多跨境电商企业和年轻人来到这里。向北开放，发展海洋经济，顺势而起的跨境电商让这里欣欣向荣，年轻的身影在努力追逐着美好的梦想。包括国家包括省里对这个外贸这个经济非常重视，我们日后的这个外贸经济发展呢会越来越好啊，整个市场的话呢也会因为大家的这种投入形成一个聚集，真的就迅速的把这个重要的物联节点城市打造出来。我卖的一些国外的产品啊，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喜欢的。在这片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沃土上，严雨辰和他的小伙伴们奔跑追梦，活力四射。吉林省大力推进长极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科学规划建设包括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在内的9个国家级开放合作平台。2021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150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增速为近7年来最高。
就在今年9月1号，珲春圈河国际口岸联检楼全面竣工，同时珲春铁路口岸正式开通7天24小时通关模式。面朝大海，逐浪追梦，今天的吉林正在张开臂膀拥抱世界。近年来，我省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越走越宽广。今天的祖国，我想对您说，一同感受吉林大地10年间的发展巨变。这里是长春国际汽车城，我身后就是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这座仅用时14个半月就实现从虚拟设计到完成建设的工厂，诠释了吉林发展的速度。今年长春汽车和轨道客车产业计划开工建设5000万元以上项目就有137个，同比增长10%。这些新项目落位，靠的是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下中国一汽的龙头带动作用。这些新项目不仅在100公里半径范围内能为中国一汽实现整车配套，更能加速形成我省汽车产业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让实现万亿级产业目标更有底气。区域发展，求变为省，善变为道，快变为图。依托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让吉林的集群产业形成廊线，相关功能形成道带，资源开发形成基地，主要区域协同发展。在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吉林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加固，稳中向好。2021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6%，位居全国第23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连续2年居全国第4位；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总产量跨上800亿斤台阶。新时代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吉林推动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了破题之道。振兴突破正当时，砥砺奋进向未来。此时此刻，祖国，我想对您说，一路的砥砺前行，一路的行稳致远，以人民的向往作为目标，把人民的美好期盼实现，这初心已经在绽放着新征程的光芒无限，这初心已经在描绘着新时代的美丽画卷，这初心依然谨记着曾经的苦难磨砺，这初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勇立潮头，昂首向前。国庆假期，我省各项目建设工地上建设者们加班加点，用坚守和实干祝福新中国73周年华诞，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在白城市年产10万吨大米、5000吨营养米粉项目建设现场，这几天工人们放弃休息，正在进行厂区地面硬化和大米加工车间设备安装等工作。大米生产线呢，就是也到10月底能够投产，收购水稻20万吨到25万吨之间。在吉林化纤国兴碳纤维公司，各条碳化线正在高速运行。和往常一样，车间主管邱宏远早早就来到车间，检查工艺参数、各项指标、生产运行状况和出厂产品质量。从原丝上机到碳化收丝，他的任务就是全方位做好生产过程监管，确保装置运行平稳，订单按时交付。11期间，国兴碳纤维10条碳化线满负荷生产。在确保质量的前提情况下，加班加点完成下游客户的订单。在中铁上海局沈白高铁吉林段项目部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雨水少、天气晴好的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32岁的刘亚林是项目部新源隧道出口的负责人，他所负责的隧道出口处由于地质条件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为保证平均进尺速度，他每天都要去到掌子面检查爆破孔，并往返隧道内外，对施工进度、施工安全等进行巡查。从个人角度来讲，这个也苦也累，但是我们为了要早一点通车，每天苦一点累一点，我认为是值得的。在沈白高铁跨207省道双线特大桥的施工现场，4号墩连续梁0号块混凝土已经浇筑完成，这也标志着沈白高铁跨207省道双线特大桥已经进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我们项目部也是巧钳抓早，保安全、保质量，为沈白高铁如期完工做出贡献，也为党的20大胜利召开献礼。
稻出丰润、瓜果飘香的十月，行走在田间地头，农作物长势喜人，田野上农机驰骋，一幅幅丰收画卷徐徐铺开。我现在是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姑家子镇的千里辽河大米种植基地，从空中看去，稻田泛黄，田野铺金，秋风拂过，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摇曳，阵阵稻香扑面而来。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正在作业的收割机，一个个稻穗在收割机的帮助下迅速完成脱粒装车。今年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帮助下，当地合作社优选了多个水稻主导品种，还实施了水稻机插秧同步侧身施肥技术、水稻病害防控技术，为实现粮食稳产高产提供了科技支撑。今年稻谷吧，丰收季非常好，这稻谷长得吧也比较充足，颗粒也比较饱满，这是大概每一颗稻穗上都有130粒左右，亩产量吧应该在180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刘房子街道嘉禾农场的玉米种植基地里，我们看到玉米呢长势的非常良好，这个棒很大，而且呢籽粒是非常的饱满，也没有出现这个秃尖的现象，可以说现在处处呈现着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像这种长势，今年的玉米应该在增产在每公顷在1000到2000斤左右。今年这种长势，一晌地干粮应该在25000左右，湿粮会在28000到3000斤左右。嘉禾农场今年流转了40公顷土地，眼下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在对即将参与秋收作业的农机进行保养、检修，排除机械故障，确保参与秋收的每一台机械都能达到良好工作状态。基本上就是从春播到夏天的飞房作业，倒是打药，到秋收收获，基本上全程都是机械化作业了。就是这样作业很大的提高了作业效率，然后降低了这个人工成本和作业成本。今年我省安排农机装备主体建设资金8000万元，在全省30个产粮大县扶持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2个，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实行优机优补，优化农机装备结构，重点推广大马力拖拉机和智能化农机具，全面提升农机作业水平。同时强化防灾减灾，安排资金7000万元，专项用于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提早制定各类预案，落实应急防范措施，为今年的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十一期间，省内的多处风景区开展了以露营为主题的微度假活动，吸引人们走出家门，乐享假期。在漫山里营地综合体，五颜六色的帐篷成了主角。国庆假期，约上三五好友，置身于自然美景中，品尝美食，放松心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度假方式。我觉得这种度假方式比较爽，然后能跟大自然接触。坐在这儿的话，可以自己准备一些吃的，是吧？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这个氛围，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儿，聊自己喜欢的一些话题。除了游客自带的帐篷，漫山里营地综合体还新开发了帐篷营地，这里可以拎包入住，享受美景美食，自在点，然后视野好一点，能洗涤一下心灵。体验呐，搭帐篷这个乐趣呀，享受这种慢生活。长春市浅山星空露营地位于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营地中河水蜿蜒清澈，青山绿树连绵不断，20万平方米花田与苍翠草场铺展开来，实现游客住进大自然的露营梦想。我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可以看星星，然后还有这个很美的这个森林的景色，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宜人。十一期间呢，对来到我们浅山星空营地的游客呢，我们提供了飞盘游戏、民谣弹唱、自行车骑行、荧光棒派对、篝火晚会，丰富了露营的游客呢在我们这一个体验感，一个游玩的一种互动性。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10月3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的新闻。国庆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美好假日，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其中吉林梅河口以深秋赏夜为主题，推出了亲子游、研学游等微旅游项目，家长带着孩子在户外探索，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10月5号，央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在系列融媒体节目《最美自驾路》中，以体验官加推荐官同行自驾游玩的形式，带观众去331国道吉林段领略沿途的秀美风光，集中展示吉安、长白山、合隆、珲春四地的秋日美景。为自驾来吉林游玩的人们推介出行打卡的好去处，同时也展现了吉林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近日，央广网以图片新闻的形式分别报道了吉林省临江市和吉林市绚丽多彩、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10月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行走吉林专栏报道了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板石镇孟岭村举办的苹果采摘节活动。近年来，孟岭村发挥富硒苹果品牌优势，将其打造成为村里的致富产业。国庆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加大，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要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国庆期间尽量减少人群聚集活动，非必要不举办、不参加大型聚集性活动。节假日期间，跨区域流动易增加感染风险，倡导广大居民尽量减少跨省出行，防止人群大范围流动引发的疫情传播风险。外出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不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出行前需要了解目的地含景点的疫情防控措施，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码申请。旅客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客运汽车等交通工具。外出呢，全程要佩戴口罩，不要在通风不良或拥挤的地方长时间的逗留。在公共场所尽量不要接触开关、门把手等容易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一旦接触了要进行手消毒。同时配合防疫要求，跨省流动人员抵达后，请积极配合做好落地检，第一时间在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车站、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宾馆等地完成核酸检测。省外人员请提前主动向目的地、社区、村、酒店单位申报，通过即时办平台线上填报返来及人员信息。如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请配合当地做好隔离医学观察。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可疑症状，请及时就诊并如实告知近期旅居史。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硕果盈枝，俯瞰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